莲池大师给你印证，身随未到莲花土，先送此心极乐天。莲池大师给你分开，
生死缘没有续，我们还在这个娑婆世界过日子，先把心送到极乐世界。你要读印光大师的文章呢，印光大师告诉你，你即使现在疾病缠身、业障缠身，如果你念阿弥陀佛，你的心病完全治疗好了，身体的病呢，随缘了。其实身体的病能不能治好？能治好。什么叫治得圆满好呢？你往生了，就变成阿弥陀佛的身体了，圆圆满满的治好了。所以祖师大德的开始，我举出来的都是我们净土中的祖师，都在有明显讲的，有暗示说的，都是告诉我们这一个事实。所以同学们，你这个观念一旦扎扎实实的树立起来，你看看你的信心，你看看你的愿心，那就如偶益大师所说的，得生与否全在信愿之有无。这些事情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观念我们朝这个方向转过来了，你在这个世间生活的角度跟以前不一样，你看娑婆世界跟以前看不一样，你从什么地方开始发觉呢？就从读佛经上你就发掘出来了。以前你读无量寿经是从哪个角度读？以前你做三十系念，读听中风禅师的开示，从哪个角度去体会去理解？而你在了解净土法门宗旨特性之后，你从哪个角度去了解？看的角度不一样，受用就不一样。读经是这样，你念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以前你是从哪个角度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现在你是如何举扬？像中风禅师这一句佛号，你如何举扬啊？你会不会念呢？以前你怎么念？现在你怎么念？以前你念的时候是信心称念还是疑心称念？现在你称念跟以前称念不一样。以前你念佛的心安不安？现在你念佛的心安不安？受用就不一样。所以你换个角度啊，这个人就好像看着一个杯子，正面看和后面看是不一样的。正面看光光什么都没有，后面看就看到一个扶手，你可以握住它把握呀。前面的光光溜溜的，好像什么都摸不着看不到的，你一辈子都没有把握。你看到它后面的特性呢，有把握，能把它拿起来，手一握，跑不掉的，扎扎实实的，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个杯子提起。那我跟同学们学习，就是把净土法门的特性，在学习当中给同学们显发出来，然后从这个角度你来读，你来学，你来看，那就不一样了。你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说随缘呢，如果你认为在娑婆世界住的时间很长很久，你很难随缘。如果你感觉在娑婆世界的日子不长了，不太久了，就容易随缘。好像我们到一个地方旅游，到那个地方暂住
住一个星期呀、三天呐、五天呐，你会不会把那个房子好好装修一下，非要设计成什么什么样的？你没怎么操心，哎呀，就住个三天五天我就走了，啊，只要被褥干净呢，尤其住酒店呢，白天都出去办事，晚上就睡一下，不那么苛刻的要求了，啊，上厕所有水冲就行了，啊，其他能看得过去，得过且过，日子好过。你要太认真了，太执着了，你就累。你也辛苦，很执着的人，你为什么把这个房子要装修成这样，再装修成那样，想常住才这样，暂时住了你就不操这个心了。所以我们换了这个观念之后，心态会换，一旦换过来，你这个日子好过多了。即使自己遇到有重病在身都没关系，就像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四个字，视死如归。死了，死了就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到了，你看人在外面流浪久了，回家的心情多舒畅。在我们中国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春运呢，你看那火车上挤的人，我们新加坡电视台都有报道，中国春运的时候那个火车上挤的人，那人都是回家的，这一年在外打工，过年了，把自己攒的钱带回家，孝养父母，照顾家庭，照顾子女，回家的心情多迫切。那火车再挤，人再多，票再难买，没票也往上挤，站着几十个小时也要回家，一心归命，一心回家呀。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要是一心归命了，阿弥陀佛净光照你，你就感受得很明显，你在这个世间的观念改了，你跟别人看就不一样。平时你按照普通的观念来看，你容易生烦恼，现在你换个观念，不容易生烦恼，容易生智慧，容易跟阿弥陀佛起感应，要愿意净光照我，阿弥陀佛的光是清净的，净光照我，净光，同学们能看到吗？我们看到的日光、月光、灯光，还有火光，种种的光，你知不知道哪个是佛光？阿弥陀佛的净光在哪里？净光后面这个发愿文底下就说出来，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我们看到这句佛号，瞻仰到阿弥陀佛的佛像，听闻到阿弥陀佛的音声，名号的音声。当你听到的时候，阿弥陀佛的慈视摄持你，摄护你，摄受你，我们说吸引你。我们很多同学都跟老法师非常有缘，老法师讲经我们愿意听，老法师出席大法会我们愿意去参与去参加，去瞻仰老人家，亲近老人家，这就是摄受我们跟老法师的缘分。阿弥陀佛也是摄受我，一旦你了知这个法门之后，别的法门呢你都不愿意去掺杂了，有的时候没办法随喜功德，其他法门你就不愿意掺杂，为什么呢？
这个又容易又直接又方便又快速又圆顿，你都知道了，你还会搞难的吗？除非你是特殊任务啊，你看有些人骑自行车环球，那他是特别发行，一般人环球旅游那都坐飞机，你知道有飞机了还发行骑自行车去，那除非你是特殊情况，你是自己有这方面的爱好，否则的话任何一个众生都有一个特性，舍难取离苦得乐，都不希望苦，越容易越方便越好。所以这个发愿文就劝我们一心归命，归就是回归，归命的方向在哪里？非常明确，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些人向善导大师请教，为什么归命极乐世界呢？善导大师给我们举了一个比喻，说医报啊容易求，正报不容易求。为什么说医报容易求呢？善导大师给我们举个比喻，你好比我是中国人，我来新加坡，我是从中国发心要到新加坡来，虽然签证上有一些问题，但是经过一些波折还是能来，就好像人求生净土，有点业障没关系，来新加坡还是相对是，相对什么容易啊？相对来新加坡当总统容易多了。啊，我要发心到新加坡来当总统，那就难了。那是什么样的缘分？啊，所以从别的国家投奔一个国家容易，你投奔那个国家，非要当这个国家的主人，那就难了。普通的法门修行是什么？自己当国王，那多难呢！特别的法门是什么？投奔就好了，我只要来到这个国家就好了，那就非常非常容易。所以要加极乐世界。普通法门就是我们自己修行成佛，自立为王，那个太困难了。不要说在一个国家当总统了，你在你家说的算都不容易，你做一家之主都不容易，难行道。净土法门是易行道，投归一个国家，投归一个世界很容易。而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呢，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到那之后都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自然的在阿弥陀佛愿力加持下，持世摄我，他能摄受我的力量是什么呢？容易而且还圆满。这个事实我一旦知道了，我再也不会改方向了。你再告诉我哪个世界好，哪尊佛好，我第一个先去极乐世界，然后再考虑去别的世界。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有这个愿，我今正念称如来名。正念是什么？底下这四个字，称如来名。同学们看好这个字，不是念字，是称。称就告诉你，你别把这个方法想得太难了，口称而已。如果是个念字，我今正念，这个念你就会想得很复杂，我这个心怎么样才能清净，怎么样才诚恳，要怎么样才相应，那你就复杂的多了。所以底下解释一下，我今正念称如来名，这一下就告诉我们心就踏实了。就像中峰禅师所说的，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你为了什么去极乐世界？为了菩提道，为了成佛，为了度众生。你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这个方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感应力呀，特别的明显。你不是为了别人。其实啊，我曾经听过一个法师跟我讲，有一个人想念他的亲人，遇到这个善知识，善知识很会引导他，没有说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呐，要怎么怎么样，他听了也莫名其妙，也不知道怎么发。这个善知识就告诉他，你想念你妈妈，你妈妈在极乐世界，好好念阿弥陀佛，你一去极乐世界就见到你妈妈。这个人对他母亲的那种想念意念感情我们的情执非常重。他说我到极乐世界能见到我妈妈，他以见母亲为动力，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要往生，就善于引导他。人在这个世间情执非常重，所以印光大师提醒我们，像临命终的时候就助念的时候，最好亲人不要在身边。为什么不要在身边呢？一看到在身边呢，容易动感情，容易留恋，不去极乐世界，舍不得子女，舍不得亲人，那就麻烦。所以我们求生净土的这个理论目标意义价值，我们把它搞清楚，我们求生净土才是真正跟自己的家亲眷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能够互相关照，互相合作，永远在一起。所以这个称如来名是重要的，这是正念。为菩提道是我们的志向，人的志向广大呀，他的心胸也广大，做的事情跟别人不一样。你比如说做生意，有的人志向广大，不是贪利，和那个贪利的生意人做起生意来的感觉不一样。你跟他打交道，你感觉他在利益上他不是那么执着。他想的是更远大更有意义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办起事情来他不会那么我们说执着，他会以广大的目标。有的时候你看他好像在做赔本生意，其实他的目标是不一样，有的是贪利，有的是道义，或者是为众生为社会去奉献来做这个生意，所以他赚取的不一样。赚取的，有的人是为了赚取利益，有的人是为了通过这个发心行道义，所以那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连续剧，韩国的连续剧，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过，叫《商道》。我看过几部韩国的连续剧，我把这个连续剧都留下来作为经典，有时间都可以看一看。医道、商道还有大藏经，我这三部连续剧，每部连续剧都看了不少于，应该不少于五遍。医道我能看了十来遍，商道也是十来遍。这里面就教我们做人道理，这弟子规在哪里落实，你看这三部连续剧就行。就你教给你的亲人朋友学弟子规，最好的教材你给他讲课他可能能听一段，其实最好的教材就看这三部连续剧。看的时候你别让他盲看，先让他有个弟子规的概念，然后你再看。
那蔡老师推荐我们看的好像是一道，还是三道？舞蹈法师好像推荐的是一道，我都看。以前我们在静中学会的时候，我们同学有的是流着眼泪看完的，真受感动。你看他什么是真正的医生，什么是真正的商人。这几部连续剧里面你仔细看都有出家人，一道里面有出家人，三道的主人公他师父是出家人，这两部剧连续剧比较明显。所以你抓住净土中修行的纲领，然后我们在世间呢怎么样做人呢，那个怎么样做官呢，怎么样经商啊，怎么样行医啊，这都是有代表性的行业，你就看这几部连续剧就行了啊，熏习一遍一遍看，那就像读经一样，每看一遍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里面有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衬托出我们一个道理，是我们在身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我们这个身怎么去做，怎么去想。印光大师教我们的敦伦尽分，贤邪存诚，深信因果，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落实这三句。真正往生就是信愿持名，世间法和佛法我们都有纲领，这个纲领绝对不相妨碍，你了解净土法门了，绝对不妨碍你生活当中的义务、本分和工作。你在行功、行事法的时候不会废佛法，行佛法的时候不会障碍你的世间法。你看你的日子多快乐！心在极乐世界，身在娑婆世界。心是真正的归依处，身在这个世间就像一个工具，在这个世间住多长时间，就按照这个道理去过日子。我们说的目标是弘护正法，在各行各业各个位置上去弘护正法。你在商人，以商人的身份念佛往生，告诉所有经商的人都能往生。我们是罪人，罪人我们念佛忏悔，念佛求生净土，告诉他罪人也能往生，善人恶人九品贤令登彼岸，让方方面面的人都有信心求生净土。下面就讲我们净土中的根本依靠，依靠什么呢？佛系本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本愿，他发的誓愿，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这誓愿里面以十八愿为最重要为核心，没有第十八愿呢，其他四十七愿再好没有我们的份，有了第十八愿，其他四十七愿我们都有份。所有的四十七愿都收摄在这一句佛号，就第十八愿就是念佛。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自心信要。自是你的志向，你的心在极乐世界。你修学这个法门，你有信心，要么就是爱好，非常想往生。非常想往生这个心呢，什么时候容易发出来？你要感受到这个世间的恐怖、无常、痛苦，你才能够升起来。你还感觉这个世间挺不错、挺留恋，你这个心就升不起来。所以这一方面呢，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详细，讲极乐世界怎么好，让我们向往。你说我向往的心发不起来，那到第三十五品。我就给你介绍这个世界怎么可怕，生亦苦痛，老亦苦痛，病亦苦痛，
死力苦痛，你想想这四样你能离得开吗？生我们这生出来了忘了，那你看看别的小孩生出来苦不苦？生出来谁苦啊？小孩苦，他母亲苦，全家都苦。我是没有带小孩的经验，但是看到别人带小孩我就怕了。小孩子抱一抱玩一玩还给你可以，你让我带我可受不了。尤其那个小孩你稍不顺心他就哭啊，小孩子不会走路还好带一点，会走路了麻烦，到处跑到处乱摸，你要观察他，别吃错了东西，别摸错了东西。我们在广东遇到一个居士，他是什么因缘学佛的？他的小女儿出生了几个月不会走路，只会爬，他家里用那个电水壶烧开水，烧开了，小孩爬上去把那电水壶一拉就冲凉了，100度的水冲凉那能好受吗？浑身那种重度烧伤，这父母就担心了，到医院呢，医院都发给他病危通知书了，父母没有办法了，他到处求，最后求到谁了？求到了学佛人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学佛的，我们认识的居士，居士很热情，组织大家念佛给这个小朋友回向，结果奇迹就出现，几天的功夫小朋友就恢复健康，那个烧伤恢复得特别快，现在我们去看都没有什么疤痕，疤痕已经不明显，小孩子从病危到恢复健康，然后父母怎么样？父母就发愿吃素了，然后就跟我们讲他学佛的因缘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我们说这孩子是替父母受苦啊，孩子不受这个苦父母不会惊醒的，他们醒悟到什么呢？他为什么吃素了呢？他跟我们讲，我看到我孩子被开水的一浇啊，他父亲就想到了，哎呀我最喜欢吃什么，那个鱼浇汁儿那个鱼还是活的，把那个佐料汤烧得热热的浇上去一烫，然后再吃那个鱼，吃那个鱼的身体的时候那个鱼嘴还在动还活着孩子的母亲想到什么？哎呀家里有小蚂蚁怎么样清除啊，都不方便，烧壶开水吧，顺着蚂蚁走的这个路线，那都蚂蚁站排在走呢，他就浇过去，所有的蚂蚁都烫死了。他说他烫的时候没有感觉呀，烫的时候没有感觉，吃这个鱼的时候也感觉挺香，没有疼痛的感觉。当这个热水浇到他女儿身上的时候，他就有感觉了。哇，他说这个感觉就明白了，有感觉了，感觉到这是一体的了。所以以后忏悔了。遇到这个事情，佛友们念佛给他回向，把他女儿救过来了，他就发心吃素，现在很虔诚，自己在自己的公司请了西方三圣，镀金的西方三圣，很用心的在学佛，自己在一个工作的地方腾出一个房间，设了一个念佛堂，里面有电视，天天听老法师讲经，然后这回我在来新加坡之前，他说了一句话，我听得挺有意思的，只要有佛法，我们就有办法，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有佛法，我们就有办法，有佛在，我们就有办法，他相信佛了。懂得靠佛力加持，所以他自己亲身经历了苦痛了，生亦苦痛，老亦苦痛，病亦苦痛，死亦苦痛，
所以这个苦不见得不好，关键就是我们别白吃了这个苦，吃这个苦当中不要生嗔恨心，不要生抱怨心，也不要退失信心。我们吃到这个苦，我们就知道啊，提醒我求生净土的一个逆增上缘。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苦特别多，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无常就很苦啊！你得到了，得到了，你不能永远得到。你比如这个身体，谁能保证自己永远健康？谁能保证自己不死、不老、不病、不死？所以，在这个世间的老病死，就提醒我们：阿弥陀佛，身今生。对比呀、啊。我们唱赞颂唱到阿弥陀佛身金色的时候，你可以照照镜子看看我们是什么金色，身是什么色，相好光明无等伦，你再看看我们的相貌，我们要相貌很庄严，街面上就没有那么多美容的地方，都认为自己长得不庄严嘛，所以才美容，美容还有很多副作用。所以赞佛偈唱的时候，你不光要想到阿弥陀佛，要想到回过头来看你自身的身相福德都是很浅薄的，所以我要求生净土，我一生阿弥陀佛往生净土，这些完全跟阿弥陀佛恢复成一样，信要之心，自心信要，乃至十念，乃至十念就包括了从一念到无量念，从进行受到临终都包括了，所以闻到这个法门了，我们就进行受的称念阿弥陀佛。所以同学们，你闻到这个法门了，遇到这个法门了，你有缘了，在家里面设个佛龛，设个佛堂，早上起来跟阿弥陀佛说声早安。你很忙啊，没时间做早课，最低限度跟阿弥陀佛说个早安。晚上休息前要跟阿弥陀佛说个晚安。最简单的早晚功课，就是你天天不能离开佛，你就这样熏习下去。跟阿弥陀佛的这个讯息呀、啊、感应啊，天天不间断。你该做你的事，做你的事，早晚功课不能去。古德教我们早晚十念法，老法师教我们一天九次的十念法，你都要把它落实。如果这个都落实不了，你是真不想去。想去的人，这个做不到吗？那一个人想办一桩事情的时候，人家给你谈出条件，你非常想达成这个事情，你就愿意付出。你看那个子女得病了，父母什么都愿意付出，哪怕你要我的器官，都可以把我的器官移植到儿女身上，宁舍生命救护自己的儿女，这说明你对这桩事情很重视。所以这个发愿文就是让我们重视起来往生这桩事，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我们这一生最重大的一桩事。三十信念里面我们唱的第一大愿观想弥陀，这是我们头等大事，往生极乐世界，乃至十念，来的十年就是他临终的时候可能才遇到这个缘，来不来得及呀、啊？来得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现在就开始熏习，熏习不断的熏习，称念佛，想起来就念。所以古德告诉我们，真正念佛人呢，佛不离口，珠不离手，手上都要有个念珠，天天提醒自己念佛。
也是提醒跟我们有缘的人念佛。你拿个念珠，别人看你手里拿个念珠，啊，他也想起念一声佛号。还有一些众生遇到磨难的时候啊，也是提醒我们念佛。啊，你在路上看到小动物受伤了，阿弥陀佛；看到苦难的人了，看到路上有车祸了，阿弥陀佛，都是提醒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苦难无常，都是提醒我们要回家的信号。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定心的。你念阿弥陀佛，要是不往生，阿弥陀佛就不成佛。那阿弥陀佛成佛了，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千真万确。什么事情千真万确呢？大家记住四个字：称念必生。无量寿经，整部无量寿经就告诉我们两句话。第一句，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念佛必定往生。第二句，阿弥陀佛告诉我们念佛必定来迎。释迦牟尼佛告诉你，你念佛你肯定往生，然后阿弥陀佛又过来告诉你，你念阿弥陀佛名号，你念我的名号，我肯定来接你。这两尊佛给我们做保证，两尊佛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之后，十方诸佛出来证明这两尊佛的话语，一个是送我们，一个是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有众生往生，有同修往生了，大家结缘，结缘去送，然后那边阿弥陀佛来接我们送。送是学释迦牟尼佛这么学，释迦牟尼佛送众生到极乐世界，学释迦牟尼佛感应阿弥陀佛呢，念阿弥陀佛名号。所以真正学释迦牟尼佛学的最好的、最如理的、最契机的，就是给人助念，为人演说净土法门的这个法门，他自然就懂得如何感应阿弥陀佛的加持。怎么感应呢？底下说出来的，以此念佛因缘得入如来大势海中。同学们看清楚了，我们在净土三经里面，同学们看无量寿经里面有十方佛赞，但是十方佛赞的经文在整部无量寿经的内容比例上不明显。第二十三品十方佛赞，无量寿经有四十八品，十方佛赞的内容不多。同学们再看看弥陀经，弥陀经有多长啊？我们十分钟读完了。那《弥陀经》六方佛赞的内容有多长？你看看这个比例。为什么在《无量寿经》十方佛赞的内容不明显呢？因为《无量寿经》讲的修行方法太多了。你看《三昧往生》里面讲，发菩提心，舍家弃欲，而作沙门，梵世沙门，散花烧香，太多了，佛不来赞叹。赞叹的不明显，为什么呢？怕给你赞叹糊涂了，你不知道哪个是正音。到弥陀经的时候，你整部弥陀经去看，教我们什么修行方法？只持名号，这个太难相信。我们一般相信事项上的修福，所以世间有些人说，你看这些念佛人天天躲在念佛堂里念佛，不到外面来去服务众生。他认为服务众生的福报比念佛的福报大，念佛人是没用的人在念佛，有用的人要到社会去做贡献。所以《弥陀经》上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什么叫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偶益大师告诉我，只持名号就是多善根。
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都在这句佛号上。我在广东有一些居士背地里他们在讨论，讨论什么？讨论不要往生了，往生太难了。这几个人越讨论越没信心，就讨论到弥陀经这一句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想我哪有善根呢，又想想我又没有福德呀，因缘也不好啊，这一句念佛哪够用啊。他们讨论出来越讨论越没信心，就有一个居士就把这个信息向我透露，几个人讨论这个事情，我就告诉他阿弥陀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个居士真的有善根，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我们的瞎操心，就有的时候就往外求，去怎么样去修福啊，怎么样去积累善根呢，我要多听经增长善根，多外面去做好事增长福德。我就告诉他们，不是靠这个往生，靠这个往生你往生绝对入不了佛境界。为什么？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在善导大师著作里面告诉我，我们这个世间人修的善，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是什么善，杂毒善，你这个善里面有掺杂很多毒素，不纯。你看老法师告诉我们修什么纯净纯善，然后同学们想想，我们修的善纯吗？你修这个善当中有没有贪嗔痴慢？有没有分别执着？哎呀，这个人我看得顺眼，帮帮忙吧。这个人我一看就没有缘呐，算了，找有缘的人再帮他吧。你这个修善里面就分别了，里面有贪嗔。哎，我做这个事情对他这么好，你看他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你还要挑剔他，希望他报恩啊感恩啊，你这里面都有杂毒。这个杂毒就是我们烦恼断不了，你所行的一切善法杂毒善。其实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离开菩提心行一切善法皆名魔业。我们行得挺来劲儿，结果佛最后盖一张魔业，这冤枉不冤枉？地藏菩萨说得更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就告诉我，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在三十七念里面，中峰禅师也给我们说透了，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解业之所。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之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光大师所讲的，把你的智力抛到东洋大海去，你可不要靠它，靠它是不可靠的，是会退转的。靠什么呢？同学们把经书翻过来，你就看到靠什么了。成佛慈力，承蒙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重罪消灭。什么叫重罪消灭？多福德就是重罪消灭，福德不够多怎么能给你灭罪？善根增长就是多善根，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若临命中，你真的有这个心念，你在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会给你讯息。什么讯息呀？至知实质。所以我们现在往生，现在知道这个法门有什么好处啊？提前好好念嘛。你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信愿的基础上，你已经能往生了。在这个基础上，藕益大师就劝导我们，最好把功夫再往上提升，持名功夫的浅深决定你往生西方净土的品位。
品位越高不越自在吗？就好像我们坐飞机一样，你要是头等舱的人，可能都走特殊通道去，你这个通道不许站牌。你像我来新加坡的时候，我跟庄连师，他就两个通道。庄连师新加坡人，进去都方便。我这个外国人的站牌站老半天，然后盖个章才一个月。这就是有通道不一样，品位不一样。我就好像是临时求生新加坡。那庄连师在中国，他虽然在中国，他就认为我是新加坡人。所以他回新加坡的时候，他有特殊通道，可以预知时至，随时都可以回去。我就没办法，办了签证，心里还没底，能不能批下来？这就是功夫浅深的差别，都能来，但来的感觉不一样。他想我随时都可以回家，我在中国我就认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我就不能随时回家，我要看这边新加坡的签证官看我顺不顺眼，我要提前给他写个牌位，他可能看我还顺眼一点。这差别很大，这是个比喻。阿弥陀佛不会像签证官看我顺眼不顺眼，阿弥陀佛都要，是我们个人的因缘，个人的业障。你心信愿越诚恳，念佛啊，你不会有偷机取巧的心。很多人疑虑说你肯定往生了，你不是娑婆世界人了，这个人就会懈怠。真正有这个观念的人不会懈怠。我在这个地方住的时间不久了，我要离开了。人之将走啊，其言也善。我们世间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几天就离开新加坡了，我就是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我没有必要欺骗大家，我们要常住在一起，我可能要骗骗你人都要走了还骗什么，他就会很诚恳，大家的缘分难得，珍惜这个缘以后有没有缘在一起学习净土法门都难讲，有这个缘给他报告清楚，大家都有底了，这多好。我这次跟同学们报告这个三十七念很有意思，我昨天报告给同学们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往生不是人死了以后往生，现在就往生，现在就是极乐世界人了，你别把你自己当作娑婆世界人，还当作自己是娑婆世界人，你就不信佛号的功德，你就不信弥陀愿力不可思议。我昨天把这个观念跟同学们说出来，昨天是我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10年前的昨天，我第一次升大座学讲经，在新加坡净土学会，2002年2月1号，我们培训班的同学排班升大座讲经，第一天就给我排上了。对，昨天正好是10年，我想到这个日子我感觉很好，10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座诸位同修都不是娑婆世界的人，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你看整整10年发现这个事实，真高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我们说礼物啊，这最好的礼物，什么礼物啊，把你变成极乐世界人，这才是真正最好的礼物。同学们如果在这一天把观念转过来了，我学佛又是发心讲经10周年，这个意义多有意义。那今天10周年之后，第11年的第一天，跟同学们把三十细念报告圆满，同学们都能细念弥陀，这一生决定往生。你在抓住缘分，把你的功夫向上提升，自知实质，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这是你自己的功夫。
你自己修行感应。佛力加持呢，就是底下佛及圣众手执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起生极乐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在这个程度升到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即闻佛乘，顿开佛慧。你有能力广度众生，满菩提愿，满足你所有的愿望。这段话我给大家读下来，同学们就懂了。念佛临终见宝台，这个宝台就是你自己念出来那个莲花莲台。宝幡宝盖满空白，你往生的时候这个景色景象庄严。昨天我们去送一个老人家，我们就举幡又举盖，有些同学去了。幡是佛菩萨的幡，还有宝盖，这是一个象征。我们是送阿弥陀佛来迎啊，那是真正的宝幡宝盖满空牌。弥陀释字观音等这是来西方三圣等，就跟我们有缘的这些莲池海会的菩萨诸位同修常常参加三世系列，我们新加坡可能每年也举行两次大型的，你去参加就是跟众生结缘，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在三世系念法会当中往生的众生都跟阿弥陀佛一起来经，所以你经常参加这些三世系念的法会，你往生的时候可热闹了，不光是西方三圣来，得度的这些菩萨都来经。所以老法师劝导我们，在这个世间还活着的时候，就做一桩事情，广结法缘，跟什么人都结法缘，跟这个人缘分浅，供养他一声阿弥陀佛；缘分深，给他讲一讲净土法门的好处；缘分再深，有能力就护持他专修这个法门，跟众生结这个缘。合掌就感应的意思给西方产生起感应，他愿意来接，我愿意去我跟同学们讲，阿弥陀佛愿意来接在前面，不是你愿意去了阿弥陀佛才来接，阿弥陀佛愿意接你要配合，合在一块儿合掌嘛，很感应嘛，很相应，合掌相随，感应就是你想去跟着阿弥陀佛，随着阿弥陀佛去。归就是你真正才叫回家，到极乐世界才叫回家。去西方净土，来呢你还要再回来你去了极乐世界呀，诚愿再来帮助有缘的众生同生净土这是这段发愿的人后中峰禅师一首寄送。下面同学们再把经书翻过来看这个三宝赞僧宝赞后面还有一些开示文，速度加快一点。僧宝不思议，这不思议很好，就是你僧宝，我们一般讲出家人呢住持三宝，出家人是代表僧宝，僧宝不思议，这个非常关键其他意思我不多讲了，同学们看到出家人你不要去衡量他，他是不思议的，你衡量不好你就会造罪业，你像济公，有的时候济公佛在世的时候有人可能就瞧不起他，结果人家是罗汉转世，所以出家人他修行好坏，他是真是假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看到他提醒我一个三宝的形象，提醒我念佛念法念僧，他对我的利益就是真实的，他是不是修行，是不是骗我怎么，那是他的因果，跟我们没关系，你不能去批评，不能去指责，说声过恶，这个罪过很重，
如果你说的是圣贤生，那就更麻烦。对，生宝不思议，我们看到这个形象，不要去考虑它真假，不要想这些，就提醒我念佛，提醒我修清净，修和合，懂得生宝的表法。身披三世云衣，出家人三衣一钵，三衣五衣七衣九衣，有的时候叫主衣，像我们很庄重的时候讲经说法的时候就搭25条衣，所以九衣主衣呀。平时诵经呢七衣，劳动的时候就五衣，这是让我们怀念纪念佛住世的时候当时的出家人的这个形象纪念。福杯过海刹那时，这是举出一个法师叫杯渡和尚，显示他的神通，用一个水杯过海，就像达摩祖师一根芦苇过江一样，显示他的神通不可思议。显神通不是让大众啊怎么样恭敬你求名闻利养，显神通是复感应寻机，是为了帮助众生。我们有神通，有道力，有智慧，有福德，才能对别人有帮助，否则的话对众生的帮助就不大。那像我们凡夫生对众生帮助不大，有的时候还给人添麻烦，那怎么办呢？给人念佛回向，替他祈祷，给人讲解法门，给人介绍佛法，希望他能跟阿弥陀佛结缘，那他就很有福报。堪作人天功德主，看就他能够承担这个事情，所以有三宝住世啊，这个世界就有佛法，众生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就人间的功德主啊，尤其是这个人他是弘扬净土法门的，这个人不一定是出家人，还包括在家居士弘扬净土法门，都要恭敬，随喜功德，坚持戒行无为，持戒精严，给众生做一个好表率、好榜样，大众看到你容易生信心。持戒是跟众生结法缘的，感觉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持戒是自私自利的持戒，我持戒，我清净，我要怎么怎么样。遇到这个法门了，你得到阿弥陀佛加持了，你持戒是为了跟众生结缘，大家看到你欢喜。持戒的人呢，别人见到他就欢喜心，有安全感，这个人他守纪律，他不会骗我，他不会害我，他不会把我引到别的路上去。我今起手愿遥知，这个就是起感应了，感应善知识加持。有的时候我们很辛苦的时候，你想到你自己的师父啊，人都很有动力。我在出家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认识我师父了，那个时候我师父80多岁，今年我师父100岁。我在学校啊喜欢体育运动，所以在比赛的时候，长跑比赛的时候，跑到最辛苦的时候，我没想到阿弥陀佛，想到这个，想到我师父，一个老和尚的形象，一边跑步很辛苦的时候就想到师父了，哎呀太累了，师父啊加持一下，别累了，对师父有这种，我们说有这种法缘嘛，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想到师父，现在才知道师父不让我想他，师父让我想阿弥陀佛，以后在困难的时候想阿弥陀佛。我当时想到我师父的时候，可能人就有动力。
世间人呢，你假如你要参加什么比赛，你像年轻人就参加什么比赛，如果他女朋友来看，更有力气，他也有加持力，他对这个人有点执着嘛，他看我就有动力，其实意思有点相似，就有缘人对你的加持。所以观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说法，有的时候现出家人，有的时候现男子身，有的现女人身，总而言之给你动力，给你动力不是让你做坏事，做好事情。你做好事的时候，别人赞叹呢，感动呢，都是对你的一种加持。我跟同学们讲三思信念，昨天有个老人家，可能听到自己不是娑婆世界人，那是极乐世界人，感动的流眼泪。我看到老人家感动，我就对阿弥陀佛，不是我讲的好，阿弥陀佛感动了老人家。阿弥陀佛在加持，加持他的善根显发，信心显发出来，对往生有信心。原来我不是娑婆世界人了，参加过三世信念，懂得这个法门的特征，我老实念佛，我现在就不是娑婆世界人。你的护照改了，改成极乐世界人了。就像你从新加坡到外国去，你的护照没改，还是新加坡的护照，随时可以回家的。但是你误会了，以为我出去了，国家不要我了，我回来要申请，其实你直接回来就行了，不需要申请，跟我不一样，我要申请。所以这个比喻啊，同学们好好体会，原来我有护照，原来那是我的家乡，青苔故乡，说回去就回去，随时都可以回去，不管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我都回西方净土，有这个信心，阿弥陀佛来接我，所以我有信心。阿弥陀佛来接我，就不是靠我自力呀，靠佛力呀。镇西藏提携，镇西藏提携是讲过去的出家人必备的工具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西藏。最近呢，我们看到老法师有一张新的照片，拿一个西藏站在那里照一下。西藏是什么意思呢？过去出家人呢，到外面去化缘的时候，不可以敲斋主家的门，没有出家人敲别人家门的，这个对出家人来讲是不懂礼貌的。那怎么办呢？到人家门口摇西藏，哗啦哗啦哗啦，家里面的人就听到了啊，出家人来了，你要喜欢供养啊，修福啊，你就开门出来供养一些斋饭，不喜欢供养啊，你就别理他就好了。出家人很有礼貌，摇这个西藏只能摇三次，哗啦哗啦还不出来，哗啦三次不出来的到下一家，不可以哗啦哗啦非你摇出来不可以，那就扰民了，人家就报警了，这个人就影响我家里的休息。摇了第一家摇三次不给，第二家也不能摇完一家就满大街的摇，那也不行，最多摇七家，七家都没有，你就回到寺院。会不会有吃的呢？也会有。你今天托钵托空钵没有福报哦。罗汉托空钵没化到缘，回到寺院。别的师兄弟托钵他能化到，化到的缘这一钵饭呢，倒在大锅里，我托一钵七家，他托一钵七家。在寺院如果有200人，1400家和一块儿，然后再分一波千家饭，这真的是千家饭，这和了一块儿叫做袈裟饭，融合在一起，你也不用挑了，这是味道好吃，我多来点，那个不好吃，不可以，都和在一块儿了，只要你填饱肚子好修行，不要执着味道。那镇西藏，什么叫提携呢？
斋主出来供养了，要财供养，出家人要有法供养，不能白白接受别人供养，人家供养了你要给他祈福，念经啊，说法呀，或者说些吉祥的话呀，给他念一声阿弥陀佛，都是对他的感恩，这声佛号圆圆满满的报答。你看同学们供养我红包的时候，我世间法佛法都说阿弥陀佛，佛法圆满，世间法其实也圆满了，但是我怕你不理解，我还要加一个吉祥如意，世间法也圆满了，就不能白白接受供养，要提携，要给他祈福，为他念一声佛号，念一声佛号就替他灭无量罪。同学们看《地藏经》有这个经文，《地藏经》上有佛说的经文做证明，替人念一声佛号就代他灭无量罪。所以你家里小孩子不听话，你替他念佛，越不听话我越多念得越多，给他回向，替他灭罪增福。后面又念一遍，我今即手念遥知，正西藏提心，就是僧宝的，是佛法二宝的流通的，要靠僧宝，所以僧宝很重要。下面同学们把经书再翻过来，我们看后面的开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加快进度。念佛即从心出，念佛是我们心里面发心念这句阿弥陀佛，结业其属外来。你这个心这面是佛，佛力，这面是业力，你看你这个心执着哪个？执着业力，那就是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解业之所。这就告诉我们，你不念阿弥陀佛，你就是造业。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不，我们往生是我们自己力量修出去的，我们自己只有一个力量，印光大师说的非常清楚，叫做业力。因为你自己去造，你离开阿弥陀佛，你不靠阿弥陀佛，你自己修一切法门。这是说我们末法年代，正法年代我们不敢讲，有些佛弟子善根深厚，他不修这个法门，他也能出三界。但是到末法不修这个法门，异异人修行罕易得到，这就比例就太少了。所以我们不念佛，我们只有一个力，业力，只能造业，除了造业什么都不行。离开阿弥陀佛，我们拿其他法门，那叫做拿着佛法造业，还是造业。不是佛法不好，是我们人不行，不会用，不会修，修得不对，修得不相应。就现在有见证了，我们学弟子规我们都做不到，能做到几分，能得几分利益，我们不能圆圆满满的做到，偶尔能做到，偶尔又做不到，就业力。你做到了，那也不是出三界的正因，你只是升天升人天两道的因，还不是出三界的正因，它是一个基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做三十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亡灵求生净土。这是在三十细念最后的阶段，还是开示我们是为这些亡灵引导他们求生净土，决生净土，决定了，不改变了，坚定信念。至今到现在呢，就你从第一时佛事做到第三时的这个时候，戒香浮欲你那个戒定真香，那个香真的升起来，这个升起来同学们记住，不是我们修的，
阿弥陀佛加持，汇聚荧光。三十七念，我从前面讲到现在，同学们如果能听明白个大概，你的智慧就显发了，欢喜了。智慧显发的表现，细念弥陀，你欢喜念佛，这就是你智慧显发。有智慧的人就欢喜念佛，会念佛了，你对这个法门看得更清楚了。迷云开而性天独朗，迷云开就娑婆世界的事情你不太执着了，你的智力呀，你不在那个地方画圈圈了，来回衡量了，去参究去观想了。性天独朗是什么意思？佛号分明了，我就靠这句佛号了，我自己的功夫境界，我不在那里面纠缠不清了，我不靠那个，我靠这句佛号。妄尘尽而心地阔通，妄尘这些都是障碍你染污你的这些知见呢，都染污不上你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是个明白人了，知道怎么往生了，有些障碍你知道的清清楚楚，这个障碍不了我往生。心地阔通啊，就是你的想得通了，你对往生这个事情一点障碍都没有了。现在问你往生有没有把握，你要真的听明白，真有信心，真有把握，心地阔通，原来对往生这个事情怀疑犹豫牵绊很多，现在没有了。诸根圆净啊，群业顿空啊。诸根圆净，怎么样圆净呢？阿弥陀佛。群业顿空，怎么空啊？阿弥陀佛。群业就好比是黑暗，阿弥陀佛好比是明灯啊。这个灯一打开，你黑暗哪去了？找不到了。但灯一关上，黑暗又来了。所以要你细念呢，就这个灯要一直开着。别给它灭了。但有的时候我们念佛不能做到二六时钟不间断呢，那你最起码一天要开个几次吧，有时间就把灯打开嘛，想起念佛了就灯开开。最低限度你早上醒来把灯打开，晚上睡觉前把灯打开。大家别听错了，灯打开就是念佛的意思，不是你晚上睡觉不关灯了。念佛的佛号放光明，你的黑暗业障就没有了，群业顿空。后面还提醒我们要一举念一花开，一举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花有你一朵，花开一朵莲花，要一路迎风相扶玉照，很形象的，你这朵花在极乐世界真的有。叫一持情一果熟，持情是什么？想去的那个心呢？我现在发现新加坡人的压力很大。我今天出了门坐新加坡的地铁，在地铁站下电梯的时候，我在电梯上站着，等着电梯慢慢下。哎呀，好多新加坡人着急呀，要往下走，一边在电梯上还往下走，着急。我就知道大家生活的节奏很快，压力很大。我们往生西方净土也要有这种节奏，着急去极乐世界，不要着急去赚钱，着急去搞这些世间的事情。世间事情要头脑清楚的慢慢办，别着急。但是有的时候也该着急的时候着急。那边那个，我今天就被那个地铁那个车门给我关在外面，跑跑没跟上，眼看着车跑掉了，不着急也不行，你别执着不着急，不着急你赶不上车了。我跟庄连石一块儿去，庄连石进去了，我没进去。我在外面下一站等我。我在等待下一趟，说该急的时候要急，不能说车来了门他不等你呀，所以要多快走几步。
这个持情就是我们要向往净土，念佛的心要积极的念佛，不要被动的念佛。你了解这个法门之后啊，你念佛是积极的，不会让人觉得，哎呀，你念佛了啊，今天念三个小时啊，多念一点，还让人逼迫的。真正发心的人用不着逼迫，他会找时间念佛。真想往生的人，他生活确实很忙，很忙里偷闲来找时间念佛。虽然这一天念的佛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决定往生，因为他的工作本分事情太多了，压力太大，所以他没时间念那么多佛，但是他有这个心。就忙的人，无量寿经上讲可能是低品位往生，没那么多时间熏习，没关系，低品位往生也可以。偶益大师给自己定的一生的目标，只图下品莲生，便是终生定局。你看偶益大师自己那是一代祖师啊，下品莲生这一生就定在这个地方。我呢，我能往生到边地一层我就可以了，我要有这个信心。同学们想想，我能往生到边地一层，边地一层往生，无量寿经上记载500年不见三宝，见不到阿弥陀佛，见不到西方三圣。500年是我们这个世间500年。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面告诉我们，也是举佛经的例子，极乐世界一天呢，是我们娑婆世界一劫。那我们娑婆世界500年跟一劫比，那就不成比例了。我给大家举个简单比喻，好比我往生了，我比大家晚见阿弥陀佛500年，多长时间？5秒钟都不到，因为是我们娑婆世界500年。而极乐世界一天等于娑婆世界一劫，一劫是多少年？太多年了。所以500年跟一劫的比例，再拿24小时跟5秒钟的比例，500年都不到5秒钟，一眨眼的功夫。所以边地一层往生啊，也了不起呀。所以告诉诸位同学，你劝这个人念佛，他不相信，没关系。你说，哎呀，法师，我听了半天，我信心升不起来，边怀疑边念佛。只要你念，怀疑的念往生的是边地一层，比不怀疑的念往生见阿弥陀佛晚5秒钟，所以不影响。所以你明白这个事情呢，古德告诉我们，边地一层往生胜过升天堂不知道多少倍，你也是一生成佛了，也不退转。所以同学们，你听了这些天你还怀疑，你也别折磨自己，哎呀，我这人没善根，我怎么还怀疑呀？你别折磨自己，念就好了。六字洪名必净该，这六字洪名里面什么都包括了，信愿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有的时候没有时间跟一些同学长期交流，我看我跟他的缘分有的时候是短暂接触，我就会告诉他好好念阿弥陀佛，不明白你就念吧，有自然的好处在里面。有时间了我再跟他详细解释。所以他怀疑都没关系，边疑边念佛皆得往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再不念那是真不想去了，那就没办法。一般遇到这个缘，大家只要发心都能往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寒烟呢，好像是寒烟对日，寒烟就烟，好像我们这里面雾茫茫的一大堆烟，不太清楚。对日，对的是阿弥陀佛。你怀疑心念这句阿弥陀佛，影落金云，你的身影在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显现了。有些同学都问，哎呀，我这
学佛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见过阿弥陀佛现身呢。阿弥陀佛现身不难呢、你现在要明白，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现身，有一个时候是决定现身，就是你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肯定现身来接。现在告诉你，你都在极乐世界现身了，这多好啊！你这个身影在极乐世界已经现前，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你好好念，你那朵莲花。过去古都有证明啊，有的人念佛念到他的现在这个身相，现在极乐世界的莲花上。前两天我给大家说过这个公案，有这个证明，叫影落金缘，惊醒坐卧在其中。同学们，你要真正认识这个法门了，惊醒坐卧都在哪里？都在佛的愿力加持当中。什么时候惊醒坐卧？不是说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你才惊醒坐卧在其中吗？你现在就是惊醒坐卧在其中。如果你真想往生的话，你有这个明显的感受，你干什么事情都能联系到阿弥陀佛我们新加坡那个金沙酒店有同学下车载我去看，我一看我就想到什么，你看上面是个船，我一看极乐有归舟啊！那三个楼，我就看到，哎呀，这是西方三圣像啊！里面虽然是一些赌博的人，你别看他赌博，他念阿弥陀佛，回头还往生那惊醒坐卧在其中，他就是个表法呀！里边人还糊涂呢，还赌呢，还执着呢。都在阿弥陀佛的胸怀当中都在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下，只要他肯回头，只要他肯合掌相随归去来，都能往生。他不合掌，他不相应啊，他不想去，那就不是佛的问题，是他自己放弃极乐世界公民权不是阿弥陀佛不给他。阿弥陀佛把他的护照十劫之前就办好了，就等着你签名签到上面去。你怎么签名啊？南无阿弥陀佛，你的名单，你的户口在极乐世界有了。这个地方讲的一举念一花开，一持情一果树，惊醒坐卧在其中。你要知道这个事实了，你在这个时间就底下这句话，游戏逍遥非分外，你在这个世界就游戏逍遥为什么逍遥？你不是我们说你不是这个圈里的人了，就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你还迷在这里面，你就不容易清醒，跳出来了，你看得才把这个世界看得才清楚得佛受用策法原理，常寂光处处现前，大愿王沉沉气会，沉沉气会就是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离不开阿弥陀佛靠佛力加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都想到净土法门的特点。你在家里煮开水，锅里煮开水，那开水靠什么熟啊？靠底下的火力它自己那个水放在那个地方自己不会开，要加热，靠电力靠火力。那你就想到了，我靠什么成佛啊？不靠电力也不靠火力，你靠佛力，沉沉气会，你在生活当中都能懂得。你从家里面驾车来我们佛堂，靠车力你往上靠什么？靠佛力，念念提醒，沉沉气会，更为亡灵自心忏悔发愿这个发愿文里面有一句变了，一切罪根皆忏悔，到这个地方连根拔起都忏清净你对这个法门
你对这些名号认知越来越透彻。我们再往后看，大家看163页后面的开始，上来30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我们念这句佛号，劝导亡灵忏除解业发愿往生，忏除解业发愿往生都在这句佛号当中，六字洪名必经来，行愿寄生功无虚弃，你这个信行愿三之良，行功夫深，信愿坚固，功无虚弃就是你决定往生。唯愿亡灵闻思法要秀信受奉行，这是中峰禅师的这个话都恳切，希望遇到这个法门的所有众生闻思法要，你要相信啊，你要接受啊，你要奉行啊，这祖师的这个语气非常的恳切，救度啊，希望我们不要错过这么好的因缘啊。中峰禅师开悟了，他认识这个因缘，我们还糊涂，我们不认识，所以中峰禅师在30细念的法本里面给我们讲清楚，希望我们认识。认识以后怎么样呢？同学们翻过来看看，从事脱字莲胎，你现在开始你就是莲花了，你有莲花了，你投胎了，这个世界缘分到了，那边花就开了，你就往生了。永离业海，从事就从现在开始你就离开娑婆夜浪流了，你就不是娑婆世界人了。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你就不退转了。这个不退转不是讲你的功夫不退转，你不要老往智力上去联系，这个不退转是阿弥陀佛的佛力从来不退转，就是告诉你这个电从来不停电，一直都有电，只要你开灯啊，灯就亮，那个电从来不会停的。那世间的电有的停，阿弥陀佛的愿力佛力没有休息，不停电，佛力永远加持，直到你加持到你成佛为止，成佛了还加持你，成佛也没有为止。同学们再翻，翻到最后168页，弥陀大战，弥陀佛大愿王，大愿当中之王啊，加持我们，救度我们的愿力，慈悲喜舍难量，我们不要去衡量，有的时候我们一衡量啊就有疑惑了想我这么坏的阿弥陀佛要吗要，你要是怀疑阿弥陀佛要吗，就是你怀疑阿弥陀佛的慈悲心不够所以阿弥陀佛什么众生都要，只有不要阿弥陀佛的，没有阿弥陀佛不要的。所以同学们记住我这句话，只有不要阿弥陀佛的，没有阿弥陀佛不要的。眉间常放白毫光，就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度众生极乐报，用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方法度众生。八德持中莲九品，就是形容这个方法的殊胜八德持中莲九品，九品是什么意思？九品就是什么众生都能往生的意思，就九品贤令登彼岸，就善恶凡夫都得往生，只要你肯发心，否则的话就没有九品，只有好的这一品，没有坏的这一品。说有九品就是什么众生都能往生，对他都要有信心，就是你自己对自己也要有信心，我坏我错误我迷惑没关系，怕的是不念佛。七宝妙速成行，果报的圆满，如来圣号若宣扬，宣扬就是给大家介绍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这是干什么呢？这叫接引往西方，接引大家念佛往生，念佛的好处，往生的好处。
弥陀圣号若称扬，那你要是念这句阿弥陀佛了呢，大家同愿往西方啊！我们活着就办这个事，念佛同愿往西方，遇到有缘的人给大家介绍如来圣号若宣扬。然后同学们翻过来回向了，细念功德殊胜行，殊胜恨，无边胜福皆回向，这个福报大，皆回向给苦难众生，为这个世间消灾免难，给一切众生皆法缘。你懂得这样发心，你跟众生有感应，你将来的法缘就殊胜。普愿沉溺诸众生，沉溺诸众生是什么？造作恶业的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他们能不能往生？因为他们能往生，所以劝他们赶快去极乐世界。为什么去极乐世界？你不去极乐世界，你造的业太多了，你一定会堕地狱的。所以诸位同学，我们要不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要堕地狱。印光大师讲的，来生能修到恶鬼道、畜生道，都说你修得不错啊，大部分都堕地狱。一听到地狱我们就害怕了，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叫横劫于五趣，恶道自闭塞啊！这么好的方法要普遍的弘扬，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十方三世一切佛，佛宝；一切菩萨摩诃萨，僧宝；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宝。回归三归，然后自归依佛，当愿众生少龙佛种，发无上心。我们平时念的是体解大道，体解大道不太容易啊。少龙佛种，我们念佛就是佛种，就把念佛这个气氛给它带上来。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最重要的深入经藏，就是了解净土法门的特点。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往生就一切无碍。河南圣众顶礼历代的弘法护法的诸大善知识，没有这些善知识，我们今天遇不到这样殊胜的法要。三世心念报告到这里，跟同学们报告圆满了。现在这次法会圆满，祝福大家都已经不是娑婆世界人了，便是莲花国里人。大家把这个观念树立不变，天天念佛，精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最后我们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